那主席，你最近有听到党内有传出说，就是跟民众党要做交换，就是拿高雄跟他们换台北，是这样子的声音吗？柯文哲听到这个，甚至还说，那要不要2024也干脆让他好了？所以我们不要透过任何媒体的放话啊，这个大家彼此尊重。我在媒体，在这个不透过任何媒体的放话，所以完全没有礼让这回事，没有礼让或交换。不透过媒体的放话，谢谢。主席，那南部在大联盟的部分，那有没有试图跟民众党这边稍微做个聊聊？我不会透过媒体放话。那柯市长，就是现在有传出说国民党要在年底的时候高雄市长礼让你，让你选高雄，请问你怎么看？这种题目都很是，不是啊，我们世界上所有问题都要回应嘛，那就算了吧，那你在做比官，最好你2024也礼让我好了。